场为您现场直播。今天主场作战的是皇家马德里对阵曼联，我是王涛，今天和我一同为您解说的是解说专家苗坤，大家有什么疑问都直接对他拍砖就行了。谢谢王涛。足球狗们大家好。哇，他带球狂奔800余里啊，抛开结果不说，看到有球员这么冲击防线，真是让人幸灾乐祸，根本不可能嘛。最后太自私了，只要瞄一眼左边就能发现队友在要球。卡塞米罗，本泽马传球，好机会，他得分了。他的门前嗅觉非常灵敏，绝对不会放过进球机会的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纯粹的猎手本能，不是说他射门有多好啊，而是说他解读跑位的能力，别人还没注意他就发现了。曼联显然没有料到这种局面，他们将拿出怎样的看家本领呢？在我看来啊，他们确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显然还有很多时间，但是这样的开局确实非常理想。球击中了立柱，他出色的，是的，拼抢那一下，把他拉倒了。他刚才被口头提醒过，应该清楚结果。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警告，裁判已经手下留情，下次肯定不会手软。卢克肖，拉什福德将球塞过去，阿拉巴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救险。他一开始有时间也有空间，不过最后被压得有点紧，很难处理了。他应该早点传，寻找配合。博格巴，莫德里奇，